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，身体健康，虎虎生威。咁可以见到咧，喺大三巴呢度咧，金龙巡游已经系开始咗噶啦。咁呢条金龙咧就系长238米，亦都系有18条嘅绳丝噶，亦都系寓意澳门系新嘅一年啦，能够虎虎生威。咁喺呢度咧嘅巡游路线咧就会由大三巴出发，途经咧呢个政府总部，最后去到西环湖广场噶。咁其實除咗金龍巡遊之後啦，咁澳門亦都有多個嘅賀歲活動噶，包括初三啦就會有花車匯演同埋煙花表演。而其實咧，澳門同埋氹仔咧兩個燒炮仗嘅活動咧，琴日中午已經係開始運作噶啦，咁會直到咧年初六嘅凌晨零時結束。